他不让你上去，知道吧？你坑这人就只玩那一个。你瞅这攻速，他妈多少个人搁这抢？就玩那几个，名流卡莎狙挑战，就这三个，就这三个，你只要玩他就有人，就全是人。我们这把就斗枪了，你们自己玩吧，我不玩，你自己卷去吧。我斗枪没同行，我金克斯替你就来。再来一轮，赌老鼠。耗着，没强度打不过，全是烂人。没问题。鱿鱼我留一张。学者，宝贝狙，全力挥锤，学院他没有装备，我没太敢玩，你知道吧？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不是就不玩斗枪啊？你斗枪没东西拿呀？斗枪我刚才那个我只有那个，我只有学者能拿。有乐子了。差一块钱，我操！没事，正好这轮赢了。硬要求我们来把斗枪。不就行了吗？我们开始行动吧。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我们赏金加妖德尔人直接起飞。
一会儿直接升五级，然后升六级，升六级直接三赏金三妖的二人，黄金万两，确实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三赏金三妖的二人，确实是可以，牛，可以，这个我看一下。不行，我就四斗挂个分月，整点血子。大头差一下，那攻速大剑是不是都拿不着了呀？你说说，这除了狂徒还能拿啥？确实是没什么好拿的了。五块钱，我操，牛啊！20块钱，我们要能升，直接就升上去。我们能升直接就升上去，升上去以后直接三约三赏，这轮应该不太能赢，没事，赢不了，他们这都挺厉害的，都赢不了，这人也没掉血，他肯定也不想输，少入点吧。收菜了，小王八蛋呢，这是经过我的计算，直接升级呀，兄弟，直接三妖三赏无敌了。现在输赢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这轮又赢了，我怎么瞅着这把他妈这么多豆枪呢？我操！我不玩啊，我不玩了，我直接跑了。我们直接豆枪就不玩了啊，不玩了，这没法玩，这他妈全是豆枪，这咋玩啊？没法玩，不玩，玩不动。哎，我为啥赢了也能给我4块钱呢？什么？呀，咱俩攻速走永恩也可以啊。让我查一下。上路了不？还是上波比？上波比吧。鱿鱼能挨一个。升级就上巨魔。露露扔了。巨魔。扔了吧，只要
这把我们这钱还不起飞了？在哪儿行动？赛恩都来了，直接走枪。什么时候开杀？这把直接走枪，兄弟们，他们全是斗枪。我给你们数一数啊，这把第一个，这个挑战者啊，第二个刺客，第三个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，好像要玩妖德尔人。这个呢是极客，但是目前来讲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了。然后这家赏金斗枪，必须的了，这家也是赏金枪，这家也是赏金枪，一共加我们一共是四家枪，四家斗枪。我们这种斗枪，我们就是傻逼，我们肯定不走，爱谁走谁走，让他们自己玩去吧。全都出去，谁也别好过了。我们就直接就狙了啊！我们现在燃烧，现在燃烧！我操，又给个学者呗，两学者，三学拿了。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不错，上个厕所。这没装备呀，有乐子了。大男人，我们留一针吧，这什么意思？杰拉能干啥呀？杰拉啥也干不了啊！不是，我要杰拉没用啊！哎呦我操，这咋这么多钱呢？上轮输了是吧？我看东西很清楚。这样。哎呦，六学者牛逼，但是很可惜，我还是要我的3133，不好意思，黄金万两。
白魔学者那阵容他不行，不是我不玩他阵容他就不行。那谁也打不过，那玩啥呀？人家成星就说血，我们成星还他妈得地牌，还得第三星，啥也不是。我这三学者配个分卷不直接四个了吗？攻速来一个攻速，这是怎样一种反应？我有点麻。黑白膜吧，天要亡我。玩不起。名流卡莎。哎，可以啊。名流卡莎也行啊，也行。这装备这不名流卡莎吗？不玩那黑白魔了，哎呀，不太行啊，黑白魔。这春哥有了，啊。71滴血，这春哥有了，这不名流卡莎，名流卡莎。哎，这几个给他撇了。这个撇了，下波我们上营口拉个剑筋，直接那啥，直接把钱一拿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卡莎啊。下波应该就可以。三幺的人就不要了，你看这钱呗。我都没打到鸡我就要扒了，你瞅这三幺三赏呗，三幺的人家三赏金，这钱绝对的是这个，这钱绝对是这个。在哪行动？先提升提升我的战力。给我碰上点弟弟的，打卡力有点狠呐，不一定能收得了啊。打卡力有点太狠了，碰个全泽哥呀，啊，谁来个全泽？卡利有没有人要啊？拿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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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拿那攻速了！你好像个潮吧？你快点别要那攻速了！哎，我要！哎，可以啊！现在燃烧！
哇哦，窃贼手套，飓风永存，最好的防守是我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一起唱呀！能收不？这边收菜，我感觉应该大概也许可能差不太多吧，能收不？我觉得能收吧。他就一个发条，能收不？哎呦我操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得把这三个上了，要不然我收不了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，三个都行。点兵点将点到谁我就选谁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不行，上面，上面。上面，山上，行，可死不行，受不了，拿他。存在就是折磨。我没有对手。这应该可以了吧？这应该能收了吧？哎，好收。节奏就不会跑掉。最好的防守是我。上九万。上九就是没钱，我们出发吧，时刻准备着。上九就是没钱，这是啥呀？挺快，我就说我这把玩具
又不让我玩，整个破壁三星进，恶不恶心？哎，真难受啊！我卡莎呢？喂！锐利的眼。哎。这个异星的小卡莎，给我塞！喷你人，你怎么要？难受，你犯那么特别罪？艾卡西亚，暴雨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可以。名流上四条，好理解。那我能四条，我就四条呗。名流上四条怎么的了呢？不行吗？谁规定的不可以吗？我赛恩呢？赛恩哪一个？有的兄弟肯定是想让我上伏击，我不啊，我不，我们现在要的是质量，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装备，现在这几个人急需他升个二星，我整个赛人，我这杰西，锐利的剑，我现在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，我们五对，哎，前排六个一星，但是不重要。换了个钩吧，我感觉我扛不住了，我操！我还应该给他换了吧？哎，我就应该拿那个伏击的，没有亮出架势吧？完了！啊！哎。难呐，兄弟们，难，我只能说是难。这把没有啊，有这把有难呐，没事，我们第八才掉的钻二，可以说是血赚不亏了。哎，你看，我就知道这把玩狙一共就一家，我们也玩狙，不能让他三星进。这不直接就起飞了吗？非得让我玩个破逼名流卡莎子，你说有什么用呢？我玩个狙，这把是不是起飞了？你说说，多少个发条分女不龙？虽然说赛恩他没有吧，啊，人家就不应该听你们的就。